什么东西来喽？宝宝，你的车到啦！哎呀，那好。今天又喜提新车了啊！哎呀呀，呀喜提新车哟！你们知道这车都是怎么来的吗？哎呀，宝贝，这车都是买牛来送的。这你一台车，这你一台车。我拆开了先啊。这个是什么车呀、啊？哦，这个是那个小蜜蜂那个车是吧？对呀、啊。这个车很漂亮。这怎么坐的车呀，宝宝？你好多车呀，宝宝。你要方向灯我就新一点啊，你不玩自己坐了啊。哟，这里还有一个小玩具给你玩。哎、呀，一个小玩具嘞。诶、哎。这是可以坐着的。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还有英语单词的嘞，这个。它就是这样子的吧。这个算电影，把那个外面那个塑料拆掉看一下。哦，他要把这个轮子是装在这里的，装好了的。这个是，那谁？那是把戏。他是那个耳朵。装在上面的那长的，那是这应该是装这里的吧？对，就两个耳朵嘛，嘿嘿。把都拆了，都拆了。这个感觉不值几块钱。就是一个塑料，这个也是送的，但是你自己也做不出来呀，是不是？我们来坐下，快点来坐下。车，哎呦呦，坐车，哎呦呦呦，这么好看，别放这一座。我发现他的眼镜哦，你把这里，他的眼镜还在这里呢。贴准一点啊，别贴歪了。是这样子的吗？嗯，就这样子吧。微小一点。眼睛还要我们画龙点睛的，白关系他们要好多剪发。嘿，走。哎，这里是猫舍，放这个的。这里是放这个的。宝宝，好玩。好玩吗？好玩。好，这个也是送的玩具，这里意外的，这是一个送的玩具。这玩具倒是挺多，但是他都现在不太会玩。这才是重头戏。这个是遛娃神器。对，这是送的。也是买奶粉送的。这个，上了我们的洗地。怎么装？不知道怎么装，交给你了。快来！刚刚一直在研究这个打不开，其实它是有一个卡扣的，这个没有说明书，只能无师自通。现在把这个椅子安上去就可以了吧？你这个椅子，这个老板椅还是，嘿嘿。宝宝，要不要上去试一下？哎，那个还要装起来的，你不要着急了，宝宝。哎呀，这个颜值还是蛮高的，这个车子。是不是反了？折腾了半天，终于给他研究明白了，现在装上了。嗯，宝宝，你快来试一下。试一下新车。哎呦，发财的车哦，坐着车子发财车去了，好不好？他不太想坐。可以了。推，推着走，推着走。啊，扶着下去，扶着下去。大伙子整理干嘛？坐进去。好，可以了。不啦，发财车去了。这个车适合你，宝宝啊。还可以这样盖住，睡了就这样子啊。它是可以躺的。还有后面一个的，这么容易。只有这么长。嗯。要以后到娘家那个就旋转来，就走一下旋转来。来。哎呀，哎，这边。嗯，睡着了。嘿。把脚放过来。这个怎么放？放。哎。好啦。哎呀，到了外婆这边来了嘞！哎呀，嗯，这是这样子，这可以啊！哎呀，我们骑着车在赶集去了，好不好？
这个还可以，这个的话现在夏天的话做这个就凉快一些。宝宝，这边好玩不？宝宝，来，我们俩去玩去了，好不好？这个有一点方便，就是它可以把这个调转回来，可以看着它的情况，还挺好的。嗯。Hello。给你看一个把戏来拿着的，嗯，就警察就个呆呆。脾气大得很，抢了他的玩具他就哭。曲项向天歌。你看，你看，他不让你了。哎，这个唯一一点的好处，我觉得就是可以前后哦。嗯。你看，你看，你儿子又开始。还可以，这个东西还可以。你们这都是我买奶粉送的，这个车那个车之前还有那个摩托车什么的都是送的，这个也是送的，这个也是送的。宝宝你想坐哪个车车？哎呀哎呀哎呀，他喜欢那个黄色的。你还有一个车车的，还有一个车车，那个车车拿出来。有在房间里面自己握着这个。我们就玩去了，不和爸爸玩，好吧。Hello。